么辅助啊，老弟？没飞机还不能打吗？啊，真的？总说没妹子，没妹子，我就认识很多。你天天在那吵着没妹子，你天天在家里，你怎么会有妹子？啊？女孩子微信你又不敢要，又天天不出门，窝在家里怎么看玩手机打游戏？你怎么能有妹子呢？妹子会上门找你是吧？啊？800块钱的爱情上门找你？人家出门呐，你天天在家里是没有女孩子的。要多出门，女孩子不会来家找你的。我以前不出门的时候，我也没有女朋友啊，真的。我不出门根本没有女朋友，因为我又不搞网恋，我觉得网恋吗贼傻逼。我个人啊，我不喜欢网恋，网恋那真的是抽了个象。出门我也没有女朋友啊，真的要出门，兄弟们，在家是没用的。他们下路很猥琐，而且他们 AD 补刀补得很好，不漏刀的。网恋老甜了，我这么跟你说一下，你跟你女朋友网恋的同时，她现在躺在别她男朋友的怀里，偷偷给你发信息，啊，你网恋的男朋友，同时三个微信号，这边叫你宝贝，那边还叫别人宝贝老婆，Q-team 三刀，四刀，五刀，六刀，七刀，八刀，不是你个骚 team， 他这么不交闪，我说句真的，三杀，我跟你们说，兄弟，我都没想到他直接交个闪，把我整蒙了你。哇，丢你个嗨呀、啊！真的三杀的，对面还扛着兵线 ，AD 没状态，他满血扛给个点蓝，反手给个致盲给他们佛爷哥，我直接开砍，这波绝对三杀。这骚 team 好骚、骚 team 想干嘛？骚 team， 通个线吧，知道了吗？死亡在敲门呢。机器没闪，亚飞还有闪。出来呀！提莫哥，狗杀的不搭理我是不是？不是你小子，你怪我不搭那么多弹幕，你牌子也没有啊？你就叫我狗，兄弟，别太过分了。狗杀的不理你，
什么意思呀、啊？你说话客气点，你什么档次？那屌毛！说你狗你有意见吗？说我狗我也没意见，好吧，你开心就行啊，好吧，直播嘛，吃的就这碗饭，旺旺行不行？妈了个巴子，我操你妈了个逼，太过分了，赶紧卡牌子，我怎么这么没有下限呢？一刀两刀三刀四刀五刀六刀七刀，被动拿到就行，六百多的被动，血赚血赚，兄弟们，这不就是要拿个被动。我家柴犬三月十三号生日，现在三个月多一点，好大了，今天给你们看了一下，好大了，今天很大了，很大了，贼大。还是你要烧啊，我烧吗？我烧吗，宝贝？太他妈抽象了！这不是我的，这是我之前那个那女陪玩这样子搞得我 学了这一招啊！杰西怎么这么喜欢来下路游戏？谢谢小戴骷髅泽的粉丝牌，谢谢兄弟，谢谢。谢谢这位兄弟的牌子。一刀，两刀，三刀，四刀。我是江西卡王、啊、直接江西卡王好吗？了解一下。回家回家，一刀走位接你一下，没事，勾引他，勾引他上来敲我们啊，勾引勾引，应该要来个加枪炮，两刀，三刀，
杰这么猛啊，这下跟我抢 MVP 啊，一掏。完了，抬走抬走。也挺好的，这样子对面值钱了。你看延迟没看延迟，没看延迟兄弟，没有看。现在很多人都买三项德莱文。三项德子。韩服现在很流行三项德莱文。很流行三项的。韩服现在特别流行三项德莱文。强烈就无尽，听你的，这个带夜刀牌子的现在立刻带上我的牌子，你在别人直播间配给你这个牌面吗？会因为你一句话就听你的吗？不会，但你在我直播间你有这个牌面，因为你说无尽我就给你出无尽，现在立刻带上我的粉丝牌 OK、直接把他越了，这小子太装了，得动他，得动他。直接。这劫不简单的，兄弟们，真不简单这个劫。OK， 你带了，对，带上，带上。台面直播间。飞了了，超粉掉了，威尼六块续一下是吧？哎呦，超粉掉了，威尼六块是在哪？给你，威尼十块，威尼十块，现在先续，打完下班威尼十块钱，好吧？你这超粉到期的，威尼十块钱。多的四块当我给你的一个利息，好吧？六块钱我给了，我出了这个钱啊。好吧，先开，打完给你转十块，六块钱，好吧？你先开，四块钱是你当我粉丝这么多天的一个收入，好吧？谢谢月月真可爱的烧粉卡，谢谢。这鞋哇，好秀哇！四万钱千金和平可乐啊！好，对面上票了。